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很高兴刘老师到我们化学实验室，现在就开始来分享这一块。好，这个是我的笔电哦。好，那现在有一个情况的话，有一个哦，老师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说，怎么样的情况可以不要后制作？对，这个问我就对了，因为我超讨厌后制作的。对啊，要花很多时间呢。这个被我弄断了。好，那像第一个，它本身有这个，我本身有 webcam，但是呢，一般人我们都把它贴掉，因为万一被害的时候，他不会看到我在做什么。所以老师是把它贴起来。我会把它贴起来，对，那是我个人的事情。好，那像假设说我用这个，这个又有分不同的情况，那我手上这个是400元的，都是700元的 webcam， 对，那七百元就那可以讲。OK， 这个是堪用等级。这个是199元的，我已经把它写在我们笔记上面了。这个是外接音效卡。那我找时间再跟刘老师分享说，有这个东西跟没这个东西差多少。好，那等一下这个让这边有两个，一个是这边有写麦克风，好，另外一个是耳机，另外一个是耳机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听收音效果的话，要自己带一个耳机。那因为这边可能人多，不用这个来测，平常不需要用这个，所以变成我先解释，不要害怕，就要拿多少东西。就是如果说我们已经测试过音量以后，我们就不需要这个东西，对，那万一不行，你就拿一个耳机带着。其实有些时候我有些还是不熟悉，到哪里会出问题，会不晓得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慢慢测试。小光，因为我后来七月换了笔电之后啊，笔电的效能只能说强很多。这个是新的吗？这旧的。旧的。新的在旁边，等一下再给老师。有新的那台多少钱？现在我买29,900。这台是9000多，不到10000的。好，那为什么要有头像呢？这是我的个人的坚持，因为那个是有一个感觉的互动。那个偶尔的时候就是说，来，现在我要把镜头转过去了，请大家准备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阿元喜欢挖鼻孔，是说你能忍受你20年后当个董事长，然后被别人看到你20年前挖鼻孔吗？来，收起来啊，好像学生就收起来。好，老师这个位置给我。好。好，那现在的话，所以这个也是，这是 webcam， 那我就用这台。这么多个，就是刚刚那个已经装上去。我今天这是一号，我刚才那是新买的2号。那其实一个就够了，也就。但我知道说，如果说不熟悉，像不用玩电脑，所以我会记很多规格。那像这样子的时候呢？就要开始在录了吗？还没。OBS 好，好，那现在这个地方的话，一开始一定会很复杂哈。哎，老师，你准备。这地方，这东西要讲很多次，因为我自己也学了很多次。但是你好，这边那个是去下载的吗？刚刚对，那个我已经放到那边去。我要新增的时候，我要新增一个桌面，因为我到时候我会演讲，我跟老师讲，假设我先从这好了，所以他可以录 PowerPoint， 他可以录那个。因为其实我学校的演讲，我用演讲，但是我在外面我连那个都放出去，那个简报，其实我最新一场在，假设我8月的演讲好了，那演讲的时候，到时候那个简报就是另外一个世界，我再跟老师分享。好。在录影哈，其实我们需要学校那套。这个。
声音是什么声音？是这个，等一下我先再调整。好，那这个东西就是简报变成 PDF 档，然后挂载在 SlideShare 上面。好，那我会一直鼓励业者朋友跟鼓励我们学生用 SlideShare。好，这个是那个简报。那我先从这边来。好，那我现在要录影的时候呢，我新增一个，第一个是截取荧幕，因为我荧幕要投出去。好，那这时候荧幕其实会投出去。啊，那等一下再投。好了，那截取荧幕的时候呢 ，OK。那你看到一直回就无限回圈，这个就代表你录到的就是本身这一个。好，那这个是没问题。那解析度是1366×768，这个 OK， 这细节不用记，这细节我帮你调，然后你写个笔记就好。好，不要紧。好。对，好。你进去说没关系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要测那个影像截取。因为影像截取的时候呢，它在这个地方，好，那我就新增一个影像截取。那其实它本身有两台，一个是笔电这一块，一个是那一块。那像我跟刘老师分享，我大概年学期中到学期末，我要在这个实验室，我要录那个显微镜操作。对，显微镜操作的时候变成那一个我对焦的过程中，他看到我手的动作。另外一个呢，如果他在第二个画面看到显微镜内部放大的图像越来越清楚，代表我这个方向是对的。那这时候是不是要两个头像、两个摄影机一起出现？是。好，那个我上次的技术已经弄好了。哇，这你可以，我可以是用四个嘛？好，影像截取 ，OK。好，那 OK。好，它就会跑出来。事实上，这个是这个。好，那OK， 那这时候呢？它解析度可以设，那我就不动它。那记得所有的事情都是小事。好，我先把它。哦，所以你把哦。好，就放旁边。好，那我加二号，我是故意的哈，我是故意的，我加二号。再新增。新增一个影像截取。确定。好，这时候呢，这些东西到时候我会那个做一个详细的说明。其实这些都不难。有些时候那个 USB 可能会刷笔记，它会刷笔记。那时候我放这边，好，我再行，很用。对，现在这个就不刷笔记了。另外一个是设解析度的时候，像我自己的时候，我会设它是720，12800×720。那这个数字不用背，到时候我画一个表格就会清楚了。哇，你进来了哈。那现在呢，我就把它。刚刚这个已经不见了。刚才有。还在。好，我换一下花束好了。因为我出去，其实我都会用自己用滑鼠，因为滑鼠可能比较快会比这个。对，二来是说，我就拿着键盘，拿到学生面前来，你帮我选一个。那甚至可以外挂那个掷骰子或宝贝的，来，你宝贝一次来看看。所以变成它的应用上其实会比较。好，那这边过来，刚才在这里，一号在这里，二号在这里，所以它可以两个并存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就是摄影，其实这也是我网络上那个我们电脑中心温先生跟我讲的。好，那我才知道了，后来，其实电脑中心还是有些高手，但是要把它挖出来。那现在这是一般，这个不动它，那。这个是你刚摄影是从哪边？不是，我从那个档案那边，从档案设定好、串流。那串流这个以后再讲好了。好，串流这个我上学期都很顺。好，
几乎没出错，下学期抽人是新笔电不适应还怎么样哈？好，这个要在那这边设置，像我喜欢用 YouTube， 好，那就这边用 YouTube 的东西，好，这个不管，来输出的时候呢，它的录影在这边 MKV 这个 OK， 这个东西能不动它，甚至说都有网络资料可以参考。好，那录影的路径，这边加一个，好，这边把它弄完。先放在电脑就好。对对对，那我像我这两天都是因为我知道出差错，所以我会直播，同时会录音。嗯、好，那等一下老师一个问题，我录一分钟相当于多大的档案？嗯，好，来这边影像，啊，影像这边地方就是这个是1366×768，这是我们这一台。嗯、那一般输出的时候呢，其实我自己会这样子做，我自己会把内部我设为720×720，就尾巴那个数字。嗯，好，就是我这台笔电设为720。设720的话最适当。好，来，那我先我自己的解析度，好，我就不动了，把事情单纯化。好，好，那现在呢我再设定值了，那像你写概念就好，因为这东西之后我再录一次的时候变成你就可以回播看很多次，好，所以那都小事，这才是数位。那这边有一个叫30×60的话，要看环境。我后来也是上周才学到说，我们这个东西只能支援30，1秒钟30个片，跟1秒钟60个片会更细腻的记录。但是硬体支援这个东西就要3000块起掉，不是700块。好，那个先不管它。串流的时候录影 ，OK， 先这样子。串流是就是录制。对，那串流就是我丢到我 YouTube 那边去。好，那现在。测试，好，那这东西是从这边录进去的，或者这边会有麦克风的那种 ，OK， 好，那我自己习惯上麦克风的话，我会把它不讲话的时候，把这个绿色线调低，这样的话背景声音会小很多。好，那接下来这是我朋友教我的，就是。测试，是不是他？我不晓得。测试，那我把它拔掉，如果没有的话就代表。测试，所以跟他无关，所以这时候我去重新抓一下这个麦克风。哦，就是表示他刚刚没有抓到。对，所以一开始就，好来，新增麦克风，录音来源，音效输入。OK， 确定。先用 default 好。测试，这边会有个 USB。我记得是这一个。好，那这边 Webcam 本身，它本身就是刚才这一台，它本身有个麦克风，那这个数值会比较差。这个数值比较差。对，那它会有现场回音，然后现在同学在打闹都录进去。所以这个不会，还是用这个。对。那我是用无线，等一下再跟老师讲。测试，好，他对我的东西有反应，好，再来。好，我习惯把它降到这个比较低。测试，然后我讲话的时候大概到绿色、黄色的时候最好，因为那个到时候放出来声音才听得到。这细节不用记，到时候我再帮你调就好。测试。测试，这个麦克风应该可以删掉了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我就用录制，我就不串流了。好，大家好，很高兴今天我们来分享有关食品卫生的课程。好，来，请大家扫描 QR code 就会进到阿元的这个网页。进到这边来之后呢，我们来看这个。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主题是这个，叫做 HACCP 进阶班。各位未来在食品厂，这个东西是必修的课程。万一忘记了、睡着了没关系，回头再看阿元的影片就好。来，我们来看简报一、简报二、简报三、简报四、简报五。好，那老师你看我的那个滑鼠的速度，这样子等一下会录进去。好，再看影片。
我故意对着两个镜头这样在挥的时候，因为这个牵涉到你要的数值是怎么样。好 ，OK， 好，感谢大家，那我们就今天下课休息，我们明天见。停止录制。好，那刚才。不行，现在就他会从这个放出来。这个档案是 17.9 mega。好，那然后呢，它是几分钟？先暂停，因为这个可能开太大声了。我必须再细调一下，然后再我用手动的把它声音变大。你要后置作用一下。这样真的就是前面的前置作业设定好以后，其实就很方便了。他挥手这边比较顺，这边就卡卡的，代表这个镜头抓到的，这个跟亮度又有关系。像这情况下，其实我觉得已经解决问题之后，后续我们就会很大。但是我跟老师讲，那个最好我们一起把前置作业先演练过。对。然后太多了，对不起。那相对讲，我跟老师讲，我的那个我自己的那个课程啊，像我的影片都放这边。阿元教学直播，那有个偷吃部。什么叫偷吃部？就是。那你 YouTube 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看的，可以看。所以第一个版权文字，或者要骂学校、骂国家的时候，那个就很斟酌了。好，那老师你看，像这个我昨天的那个偷吃部在这边了，就是第一个，它画面一进来就是这个，那事实上这是 YouTube 的功能，我只要做一个荧幕截图就可以用。好，那我就进来哦，进来才是我的东西。进来，这是我的网页画面，变成这是其实我叫做场记版，就是它 action 啊就开始动作，所以你看到的画面，你是观众，你是谁？你一看到画面，9月22号阿远的食品工，不是，我不是在上嘴，我是上化学，就换一门课，对，这个是我要的，好，继续听阿远怎么讲。好，那我的头像在下面，因为我第一节课放这里。第二节放这里，第三节放这里，是我自己的内部辨识。好，那我快速往下讲。广告是他们插进来的。我不晓得，还是我按错了，怎么样？因为我没有看广告。好，那这个是我引用，这是在网页资料，因为它网页资料可以放全档的。那你要付钱给 YouTube？ 不用，目前不用，因为我还没有大到那个程度，他不会要你钱，他要你放广告。哦。这整个画面，好。但这个音效不好，我昨天可能没有设定好。好，我再放前一天的，前一天讲什么事？那你可以设定给谁看吗？给谁看呢 ？YouTube。YouTube，只能设定给全部的人看，就是不。我记得它有个不公开或者是有限制对象，这个我去查查看啊。好，那像这个普通话学，刚才回音很大，这个地方是以回音就很小，对不对？我跟陈主任为辅去做辅导啊，例如说像
食品为主。那这个呢，其实我朋友教我一件事情，就是他像刚才那个，哎，江老师，你回音太大，你买一个 USB 的外接的这个，我说多少钱？几百块钱就好了，在一个独立的麦克风就可以解决了。好，那这个麦克风我再买300块吧，那无线的可能就要700、800。那这做关键是不讲话的时候背景没有声音，那就是。所以这个麦克风是为了电脑录音，而不是说广播到全部的同学的。对，那我广播的时候我是用两台，这一台是会广播到我自己的编号啦，就是一个是红色，一个是对，老师你等我一下，就长这个样子，我拆开你可以看一下，所以你会看我一直挂两台耳机就是这样，对。因为我怕出状况，所以我买两台之后再买两台备用。哇！那你说谁出钱？是你出钱啊？那像这听起来，生物食品观众是阿元教的，我们就会在这个时没有背景声音，嘴巴不讲话怎么没有背景声音？第三个，如果这边有个 HACCP 有基础班跟进阶班，哎，那错是的，对不起，趁机修改一下。那进阶班了、哦、啊！如果说像这个的话，是卫生福利部要求很多食品厂的人员要求。好，那像刚好我们这次有个大二的从大陆哈尔滨回来，就要宿舍要住14天。那上个学期是另外一个日本朋友回来，对，住14天，那这个情况就会发挥它的作用。对。那其实我跟老师，这不是我的野心，不是这样，我的野心是要做中文教材。那水准好不好是我自己要去精进的哈，但至少我愿意做，愿意开放出去。可是你在 YouTube， 对，这样子你不怕被人家剽窃吗？我就是让你来用，因为那是另外一个思维，就是说你来用，你就会有。我就是要让你用我的东西，你把我名声散布出去，那我对我有利啊。对，因为这东西你要依现在这个环境，你用以前那种专利啦或者著作权的话。李老师有一些文章很棒，我就抄一抄，修一改，你也看不出来，或者你看出来，你也只能恨，你也不能告我，因为怎么。所以其实，在数位时代的那个状况，应该是你的创意比别人多的时候，用跑在更前面，而不是用保护著作权的方式。是，那很多思维要改变，官员转不过来，那老师们要去学这一块。啊，对，你放出去的话，我就是让你跟，因为学校付我薪水，我帮学校打知名度。看到阿远一场，看到大学老师，这也是帮学校做事啊。对。那这边这个很后面的那种目标的话，我们找时间再聊。那这个就是我的那个细节上的东西。那老师，你要不要玩一下？好，我不是很会。那我这个先分两段再来录。